大家好，27年前的今天，中共军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手无寸铁的学生。我们在缅怀这些要自由争民主历史的同时，更重要的是防止历史的倒退，悲剧的重演。我叫姚晨，原为中共海军司令部的中校参谋，上世纪末曾多次赴境外执行任务，接触了西方的民主和自由观念，了解了在国内根本就不知道的真相。让我感触最深的是，在香港，市联会的朋友带我去看了一场电影，这个电影的名字就叫《天安门》。近4个小时血淋淋的这个画面，让我当时还是现役的一个军人泪流满面。我为自己是一个解放军而感到羞愧，虽然我没有参与这个天安门事件的镇压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发誓不再为共产党卖命。回国后，总政海军组成联合调查组，对我同情六四、支持民运、揭露军中阴暗面的情况进行了调查，最后以向境外人员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判处我7年有期徒刑。中共军队将政治后果始终放在第一位，将维护他们的独裁统治作为首要任务，对军人的思想进行严格控制。天安门事件前，他们将部队集中在南苑机场，不准外出，甚至不准看电视、听收音机。对执行任务的戒严部队进行洗脑，编造谎言，制造仇恨，导致了震惊世界的六四惨案。在这里，我要告诉那些还在中共军队里面服役的军人们，中共从1927年开建军那天起，就没有停止过对士兵的欺骗。土地革命是打着土改的名义进行抢夺，抗日战争躲在山里发展武装，谎称其八路军、新四军是抗战主力，篡改历史。解放战争是以建立民主制度为名挑起内战，实为自己的独裁，图纸抹粉。抗美援朝为了金家王朝，不惜牺牲几十万士兵的生命，为支持杀人魔王布尔布特发动了所谓的邓越自卫反击，对西藏、新疆少数民族动用军队镇压，对天安门和平请愿的学生们开动了坦克车。军装再华美也是百家衣，军饷再丰厚也是百家饭，是人民养育了军人，军人绝不应该向生养自己的人民使用暴力。在这历史变革的关键时期，我们每个人都负有以国家民族前途为大义的历史使命，绝不能为虎作伥，绝不能再为了这个残暴的政党成为民族和历史的罪人。中国的出路在民主，军队的政治中立是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保证。让我们大家一起拒绝共产党，不做党卫军，共党滚出军队，士兵忠于人民。谢谢。